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你的伤口刚刚好一点，怎么能逞强唱戏呢？还做那么复杂的动作？徐星城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医生了，还有这是我们的后台，闲杂人是不能进来的，你赶紧走吧。徐星城，哎，你别动。 我现在没有穿制服，不是警察。可是只要你需要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医生。治好我的病人，我就会出去。就算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别再让伤口出血了。